痛吧，但是快乐的话就是很简单，不太爱说话，然后也不会说话，变化是比较大，我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。12岁吧就比赛了，就是一个小的搭的一个台子，然后就是一个小型的比赛，紧张吧，但是我是那种跳起来之后就可能会放松很多了，包括成就感的话，可能比赛赢的话也是一种成就感吧，因为你那么长时间的努力，然后通过一场比赛赢的话也是会有成就感了。我觉得没有痛苦的回忆，因为我是最后选择了他，所以说我做这个事情是开心的，是快乐的。那如果有的话，可能是痛吧。因为 breaking 是需要拉筋，但也不至于像一些民族舞拉得那么狠。但是快乐的话就是很简单，是一种放松的方式，是享受自己在音乐中的方式，或者是进步的时候也是会快乐。没有，首先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恋家的一个人，然后也很想出去玩也好放松，但是主要也是出去能够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就会觉得没有很孤独。累是肯定的，因为每天都在训练，累是肯定的，对，其他的就还好。那时候是刚刚出道2年吧，然后本来也不太爱说话，然后也不会说话，又要去一个主持的节目里面，就是这是最大的担忧。但是后来发现我其实不用说话，那些哥哥们都可以说，然后我就有了新的担当。对，我就觉得是一个能够提升我自己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能够接触到很多各行各业的优秀的人，然后包括平时我会喜欢放松充电的话，就是平时跟我一些我自己喜欢的爱好啊，那些很优秀的朋友们在一起玩。如果三个词来概括陈宇的话，我觉得是冲动、热血，然后又聪明，一直在前线。因为我们每一次经过一些边境线的时候，他们都要查车啊什么的，就感觉真的是很危险，在做这个警种，让我更加觉得这个警种真的是很危险又同时很伟大的一个警种。公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，然后我去到那边最大的感受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虽然我做的不够那么多，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。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，那继续主持，然后继续拍戏，只不过可能身边的变化是比较大，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。肯定会给自己提醒，因为观众越来越多了，很多只眼睛都在盯着你，肯定自己要继续做得越来越好。想想是否还是年少时模样，走过倔强，以孤独的伤才温柔了目光，尽自己的所能做到最好吧，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，继续努力，然后拍好的戏，然后尝试更多的角色。